今日教大家一句嘢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咁踩单车节应该用咩车先善到其事呢？单车唔系乱咁拣，男装车唔系个个啱。单车从来都唔系男人嘅专利，但系女仔踩单车，甚至参加单车节，好多时都只可以踩男装车。有好多嘢都系为女士而设。点解单车做咗几百年都冇一个专为女士而设嘅单车呢？咁样，佢哋为单车节引入咗呢个嚟自台湾全球唯一嘅女性单车品牌。有几款车推介俾栽在单车节嘅靓女，踩50K 嘅啦，部专业啲嘅 Lead Inviter。好似呢个 Handlebar 嚟讲咧，都系专为女士而设，佢嘅设计啊，几何上咧都系为女性个稍为比男士细小啲嘅身形而设啦。仲有呢部休闲公路车，湖水绿车身配啡色设位。试过呢部车踩单车节嘅30公里都几好，用嚟影相仲一流添。男士一样有新车拣。譬如我手头上呢架系 TCL Advance 嘅咧，佢系佢个 carbon 物料系更加轻啦，比往年嚟讲做得更加轻，同埋咧更加快。专家话男女身形、体重、重心位都唔同，如果女仔踩咗男装车嘅话，稳定性冇咁高噶。